反贼现在极少，这就是系统的意愿，系统就不让我当反，因为我这个人当反必赢。铁锁连环当中经常不管你
许攸好解决的，这个许攸哪怕是打不死都没事儿。我的职责是什么？击杀贾诩、张春华、黄皓，这就赢了。至于这个许攸，没有我，你得不到冀州啊！
斗转星移，七星皆灭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此非吉兆，望君谨慎。蔡邕的书是什么意思？你就理解为他是个白板就行了。瞧，决斗，你就把他理解为一个没有任何技能的白板。一颗诛心，锦囊妙策。
来刷我，我的名字叫做王小夏，我在一区 ，ID 王一个点小夏，夏天的夏。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，血战还没有结束呢。信徒决心吗？信徒还胜读，还没有结束呢。只要学会接受临危。
下次注意点。将军，天命听我命，将最可恼，天启最难受。取财复职，论能行赏。先人之力，昭于。那好了，今天的抽搐就到这里了。我会发视频的，每天没什么时间，比如说有一天你就是今天没时间看直播，然后可以去 B 站搜索冰封解说，没有订阅的朋友订阅一波。在下先滚为敬，各位告辞。